国宝少女都是出道十周年，有人呢专在演唱会舞台唱歌，有人呢就跑到夜总会来唱歌。本来想看看你恶心巴拉的顶点，但看着看着实在太火大了，因为我不喜欢看到你那样。难道说独孤振先生你喜欢我吗？虽然很难以置信，但数值显示是真的，可以自己听啊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最佳爱情。